张炸酱面。换了个小号，我又来了，姐妹们，好天没整炸酱面，来一口吧。感觉这面太长了呀，这个面，这面吃这么一口了，你干脆直接给我让我吃出来得了，这也太长了，我还先在中间放口气呢。好吃，拜拜。家庭版炸酱面怎么做才好吃，下面我来教你。碗里放两勺黄豆酱，两勺甜面酱，两勺生抽，半勺老抽，一勺蚝油，一勺白糖搅匀备用。牛肉放入肉末炒出油脂，加葱花蒜末，倒入酱汁翻炒几下，淋上淀粉水煮至粘稠，这样酱汁就做好了。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淋上炸酱就可以开吃了，简单又美味。烤串呀，姐妹们。哎，哦，路上五花油。这个是纯瘦肉和五花肉，还是五花好吃的。五花，试试。小龙虾。我对小龙虾不是很感兴趣，量少不环保。还是五花肉好吃。他们家肉比较多，没有五花了，都是瘦的了，瘦的不讨人喜欢。还是肥的好吃，这小龙虾，来口猪耳朵，夏天必备猪耳朵。我们这边猪耳朵一般拌凉菜拍黄瓜。肥的多。这碗我就不吃了，这个没有肉，这个是炒的香辣脆骨，还是耳朵好吃。脆骨咬得够。拜拜，吃饭啦。太爽了。
摇一摇更香啊。确实比较香哈。双胞胎。